韩剧女主角都在穿的秋冬鞋款。今年很流行金属风，申敏儿跟你保证，走在渔村里面，这双鞋很好穿。球鞋、平底鞋终于过去了，今年全智鞋脚上的这双靴子又回来了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晚间9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想时尚。